Thank you.
让他来，五个四，五个三千，五个六，对吧？对对，五个六，一二，五六七八九十，六七，这几分吧？十，四零四一零零四一零，我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最后一个问题，哎呀，为什么会是我？你要从这个问题开始问起来，那这个事儿就好难了。不，所以我就是觉得，如果。 山之。
就是默契。默契。啊，所以说我就要看一下你们有没有默契。我们几个刚认识，需要磨合。对对对，需要磨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会带你们一。我跟你说一下啊，《西游记》里面有五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：唐僧。